呀？嗯，你知道你还有几天回学校吗？知道的，5天。你要跟老师和你的朋友说什么 ？Happy Chinese New Year！ 你最想先见到谁？陈星。你要给他一个拥抱吗？要的。可是如果他没有要抱你呢？我就说我又没有细菌，我又没有毒，我去找另外一个朋友。你知道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可以防止生病和感染病毒吗？知道的，多喝水，戴眼镜，戴手套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，戴口罩，多洗手。怎么写？你写给我看看，你手要怎么写？很好。告诉大家，假期结束你会不会很开心？会的，可以去奔跑家上学呀。你最想先去哪里？Super Park Night Safari.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for me? Comment below. Yes, guys, cheer.